大家好，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：缺不等于呢没有。在网络论坛，我有看到有人就说这个八字没有官星呢，它是如何当官的？各位，你要记得啊，没有官星不见得就是没有。为什么？其实你要知道，你八字本命里面，假设没有官星，它还会有大运，它还会有流年，它甚至会有流月，也就是说，很多人呢、在批八字的时候、他只流于呢本命，他认为本命最重要，但其实不是啊。我们人的命运，它是呢本命加大运加流年这一种情况，甚至还要再看一下流月，这个人会不会当官，你要看他当下升官的时间点是什么。或许他本命没有，大运没有，流年没有，可是呢？流月呢，说不定有，他就在这时候打官。然而呢，像这一种啊，假如他是靠流年，他是靠流月，那就是表示说啊，他在本命跟大运这一块，你是找不到他的官运的时候，就表示这一种人在升迁呢，就是啊，九九一次，因为很快的时间就变了，时间一变化，是不是官又消失？所以在这一种情况。各位，你要知道，很多人在进公家机关，你看什么八字都有，可是呢，他们在进公家机关的契机就是要以官为主，所以他们在考试当时候的官运如何，这是一点。所以啊，当他这个契机让他上了以后，接下来是不是呢，到各个单位去，这时候本命有关的，跟呢？没有官的这一些人呢，他的一个际遇就会不太一样，他很有可能就变成是呢万年基层，因为他没有官星，不容易升迁。大家看看同期的，就一路呢在升迁，因为他有官星，他比较容易呢获得升迁。所以啊，这就是啊，你要记得一件事：为什么我们常跟你讲说时机，时机？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你八字就算没有，你掌握到对的时机，也是呢有机会的。所以啊，这个就是啊，我们常跟你讲的，你不要一看到你八字没有财星、没有官星，你就呢一直啊很惦记。跟各位讲，没有财星的男生，没有官星的女生，结婚的也是一大堆啦。没有财星的人，还是有一大堆很有钱的。所以啊，缺它并不代表没有，不要呢自己吓自己，而是看你如何掌握时机。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有空帮老师点个赞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